줘보세요. 过瘾指数 98分. 这个是香辣口的，巨好吃。 再来吃一个香酥大鸡排， 听声音看它脆不脆。 过瘾指数98分。 鸡排裹上酱， 太好吃了吧。 再来吃一个脆皮火山石烤肠， 听一下声音。 过瘾指数满分，最后再来一个无骨鸡爪，这个个头这么大，过瘾指数满分，这鸡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，巨好吃，无限回购的。 满意指数95分，烤鸡柳，满意指数98分，烤金针菇，满意指数满分，烤冷面。 来一小口，满意指数满分，烤蛋挞，去掉壳，影响我发挥，叠罗汉，满意指数98分，烤面筋。 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？火山石烤肠。